人民力量。今日我哋喺呢度，去提醒大家，下个星期7月16日就系选民登记嘅截止日期。如果有边位仲未登记做选民，或者你搬咗屋要更新资料嘅，请你埋嚟，花1分钟时间，我哋帮你搞掂佢。咁你哋到11月嘅时候，就可以安然行使你嘅公民权利，去投你神圣一票。各位市民，呢度系人民力量。今日我哋喺呢度，系要提醒大家，下个星期7月16日就系选民登记嘅截止日。如果有边位仲未登记做选民嘅，或者你哋搬咗屋要更新地址嘅，请你埋嚟，花1分钟时间填好份表，我哋嘅义工就会帮你搞掂佢。到11月，你哋就可以行使你嘅公民权利，选出你哋心仪嘅候选人。选举权系我香港市民唯一嘅权利，除咗呢个权利，我哋差唔多一无所有啊！希望大家珍惜呢个权利。下个星期7月16日就系截止日期啦，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未登记嘅，请你埋嚟登记，1分钟时间，你就可以保留翻你嘅公民权利。